小运播报，2021年11月18日，星期四，农历10月14，法定工作日，特级生肖马、兔、猪，次级生肖猴、鸡、羊，今日带衰，狗、鼠、牛，喜神方位，东北方，财神方位，正北方。宜结婚、订婚、搬家、出行、宴会、开业、交易、签约、解除、置业、纳财、拜见、赴任、开光、祈福、求嗣、进人口、动土、兴造、装修、祭祀、安葬祭。无幸运数字9，零幸运颜色白色、棕色、金色。某一午马食神主事，六合吉星入命。属马人运势旺盛，做事非常积极，表现机会多，工作生活称心如意，让你很满足，也容易有收获，没有心理包袱，游玩起来更加畅快，也容易在旅途中结识新朋友，有望成为以后致富路上的助力者。No 二卯兔偏财助势，三合吉星入命。属兔人人逢喜事精神爽的一天，不仅贵人运强劲，而且偏财旺盛，喜欢彩票或股票的你可以小试手气，容易有意外收获，心情这么好，适合聚会放松，跟朋友一起聚聚，好的人际关系会带来更多好运气哦。 No 三害猪正官主事，三合吉星入命。属猪人今天好运加持，身边贵人多多，有着出门逢贵的好运气，事业人际交往顺顺利利，为未来努力吧，生活轻松惬意，有口福，不过提醒不要贪食哦，小心长胖，尤其女生更需注意。 No 四申猴正印主事，红鸾桃花入命。属猴人精力充沛，体力十足的一天，只要好好运用超强的行动力，容易在工作中脱颖而出，更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另外今天也适合学习，充实自己。爱情运好，单身者有很大机会圆一段爱情梦，已婚者有乱七八糟的桃花运，少碰为妙。老五有鸡偏印主事，属鸡人今天称心如意，准备好的事情可以如期进行，而且以往的困难问题也能顺利解决，好运气令身边人羡慕，情绪高涨，有活力，适合与朋友在一起玩乐，容易赢得好人缘。No 六位羊比肩主事，属羊人今天只需做好自己即可，不管周围有什么样的状况都不用太在意，你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会有收获，如果与人合作效果更佳。另外无意中还会有好事发生，尤其求职者说不定会有人给介绍好工作。 No 七四蛇伤官主事，属蛇人今天要做的事情比较多，但只要有计划，分清轻重缓急，进展会一切顺利。此外任何交际小圈子都不要错过，里面或许会有不错的好消息，不去凑个热闹真是可惜了。No 八辰龙劫财主事，属龙人今天虚荣心较强，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在他人面前表现一番，殊不知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人。
更加影响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好印象，财运较差，不宜进行理财投资，要减少不必要的应酬，节省开支，可防止发生经济危机。No 九寅虎正财注释：天喜桃花入命属虎人，今天小有财运，但钱财流失也较快，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如不加以约束，就会让财神爷离你越来越远。桃花运势不可挡，单身者能遇到气质不凡的异性，并获得对方青睐；已婚者与伴侣互帮互助，谦耐忍让，恩爱有加。10虚狗劫财主事：未虚象形属狗人，容易得罪人的一天，所以为人处事方面定要谨慎小心，注意说话技巧和态度，方可避免人际关系下滑。此外，钱财无入账机会，甚至还会与人因金钱而发生不愉快。No 一子属七杀主事：犯害衰星入命，属鼠人情绪比较压抑，容易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，另外朋友间也会有争吵的情况发生，要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否则真有闹翻的可能。建议选择力度较强的休闲活动，可以让你的心绪得到很好的宣泄。No 一二丑牛比肩主事：犯冲衰星入命，属牛人今天许多事情都无法顺利进行，不是阻碍多多，就是计划之事被打乱，还会有小人从中作梗，诸事不顺。建议属牛人保持以往的冷静，凡事不要心急，物极必反，放平心态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